你以为首长来了乖乖坐好，实际上说吧，这边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架子大气势小，站没站相老想着挺胸，衣服跟裤子都不是一套，帽子和武装带也都不是他的号。你以为的顾一爷安安静静坐在那里，实际上这辆列车是专线专列，不存在于民用铁路时刻表里，很容易被对方的参谋所忽视。那么二三四师需要这辆列车干什么呢？你以为打开火车门看到的只是空的集装箱，实际上